三、二、一，请启动。富贵两百指数登场，贵买中心董事长陈永成主持发表会，和六家证券商授权签约，富贵两百指数也成为贵买市场新亮点。尤其观察今年以来指数报酬率涨幅持续优于贵买大盘指数，它的一个就是成分股的公司在这个成交的这个流动性上来讲就具一定的程度以上。你就这个投资人在投资的这个参考性来讲的话呢，富贵两百指数它是非常具一个参考性。相较于富贵五十指数，富贵两百指数市值涵盖整体贵买市场上柜股票七成，成交值高达九成，更能精准反映市场情况。未来在期货或现货的这个商品化的这个可能性会更高，所以我们也努力在今年希望能够有富贵两百指数期货好，这个商品呢在期交所挂牌交易，其中以半导体产业和生技医疗公司为大宗，以5000点作为基期点数，涨幅趋势也会更加明显。富贵两百指数成为观察中小型股票涨跌新指标，也有望替台股注入新的投资动能。三十六新闻，王淑婷台北采访报道。